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清谈国学歌风雅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佳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到马来西亚的槟城，为您讲一讲中国文化之南下西洋。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南亚、南亚至东非海岸一带，在明朝时被称为西洋。一提到西洋，我们就会联想起明朝初年的郑和七下西洋。在当时，那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，也是世界航海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航行。明朝初年，国力强盛，为了宣扬大明国威，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，同时也为了去西洋购回宫廷所用的奢侈品，明成祖朱棣命内宫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南下西洋。公元1405年七月，郑和率领200多艘海船、27000多名船员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，开始了他举世闻名的航行。这次航行历时2年多，最后经印度古里返回中国。在此后的28年里，郑和又6次南下，远航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最远到达了红海沿岸和非洲东岸。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之久、规模之大、航程之远，以及所抵达的国家和地区之多，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。这比当时欧洲航海家达伽马、哥伦布的远洋航行早了半个多世纪。然而，与欧洲国家以殖民扩张为目的的航海所不同的是，郑和下西洋是一次本着王道精神、传递友谊的和平出使，其影响也使得30多个国家自愿入贡明朝。当时，明朝的海军力量在世界上难有敌手，但郑和舰队所到之处，只是宣扬大明王朝的德威，没有掠夺与屠杀，也并无扩张和殖民之意。郑和下西洋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，扩大了明朝与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郑和为当时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国家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化，例如中华礼义、儒家思想、立法和度量衡制度、农业制造业技术、医术、航海造船技术等等。郑和船队每一次出航，都有船员留在马六甲，他们与当地人文化互融。600多年来，友谊的种子就这样世代繁衍。夕阳多云偷看，看见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眼睛星样灿烂，眉似星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罗，红得像他嘴上的槟榔。他在清谈，谈到无
纱，龙白衣纱，哎呀南海姑娘，何必太过悲伤，年纪轻轻只是留伴，旧梦失去有新侣作伴。从郑和下西洋带给东南亚各国的巨大变化来看，这不亚于一场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的革命。所以直到今天，东南亚各国还有许多纪念郑和的盛大活动。虽然郑和船队所到过的国家与明朝有着不可比拟的国力差距，但这支船队奉行王道外交，宣扬和谐万邦的精神，以及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共存原则，这也是我国奉行和平外交的文化根源。在今天的马六甲、槟城和新加坡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族群，叫做巴巴娘惹，他们被认为是明朝人的后代。郑和七下西洋时留在那里的船员与当地人通婚，生下的男子叫做巴巴，女子叫做娘惹。巴巴娘惹大多接受英文教育，不会讲中文，但依然保留着华人传统的婚丧嫁娶等风俗礼仪。巴巴的服饰包括中山装与西装，娘惹装则大多源自马来传统的沙龙服饰，颜色鲜艳，花纹独特。巴巴娘惹的饮食同样也融合了华族和马来族的烹调特色，成为独特的菜系娘惹餐。这是传统中国菜烹饪法与马来香料完美结合的一种特色饮食。今天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，还随处可见中华文化的痕迹。春色落叶景似艳眼，
仍趁住那海角余温，春风送一片落香野外林关，春风鲜花心内各舒畅乐人，若午夜互诉情幻，雨夜树下情侣才把招曲径，一双双双会怕看他，马来亚春色落夜景刺艳眼，椰树影衬住那海角余温，心轻快只见烟花万落重关，春风吹花心内各舒畅乐人。舒畅乐人